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咧就同大家睇下两款山道士嘅机械表。咁呢个款式咧就同以往嘅山道士咧系完全唔同嘅。咁介绍之前咧，都提提你，无论中唔中意手表嘅你咧，都可以点赞、订阅、揿埋隔篱个钟仔，咁就可以睇到更加多将来我哋有关手表嘅影片啦。咁两款咧同样嘅大细啦，直径都系45mm， 而且咧都系用 ETA 2836二机芯嘅。咁标盘咧都会设有日历星期显示啦，咁指针同埋刻度咧都系设有夜光噶。而呢两款嘅不同之处咧，就系其中一款咧会系全钢嘅刻度外圈啦，而另外一款咧就系镶咗水晶圈嘅。咁而其他嘅规格咧都系一模一样。而银色标盘呢一款咧，就明显见到标盘嘅太阳纹咧喺光线底下咧就会闪闪生辉。而且呢两款嘅表带咧，同样采用咗有四个表面嘅梯形5G 带设计。再配合埋梅花间竹嘅拉丝同埋抛光，两种嘅唔同嘅打磨方式咧，大大增强咗手表嘅立体感噶。咁而家3000蚊左右咧就可以入手噶啦。咁如果对影片中嘅手表有兴趣嘅话咧，可以 WhatsApp 我哋客服或者去我哋各门市查询翻，咁会俾翻个开心嘅答案你噶。咁产品详情咧可以留意翻影片下面嘅资讯栏啦。咁今集就嚟到呢度先，下集见，拜拜。